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干嘛呢？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爱车，我要来出售我的爱车。看，哇，401的 FA， 很美的蓝色吧？对吧？是吧 ？OK， 我来介绍一下这台车的特色。这台车方向盘换过。因为旧的401的方向盘它是布的，它握一握它会破掉。那这个方向盘是 401R 的方向盘，是细胶的，有没有？很好握，而且你看有菱格纹，对不对？抓起来感觉非常的好 ，OK， 而且又无毒，对啦，细胶无毒啦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方向盘是蛮特别的 ，OK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出售的车子，来你看，它一定都是原厂件 ，OTK，OTK 有没有 ？OTK 是吧？全部都是原厂件，来 OTK 有没有？后轴也是 OTK， 保杆也是 OTK 有没有？是吧？碟盘，而且这个是大碟哦，好，这个是大碟。再来，这一台车出售是连这一颗比赛引擎哦。你看，封签有没有？这就是封签哦。比赛引擎要封签 ，OK。所以这一颗是冠军引擎哦 ，OK。只有快而已啊、哦，力道只有饱而已 ，OK。然后再来，连这个赛车表 ，Micron 5 2T 的赛车表 ，OK。2T 代表就是可以有两个温度 ，OK、哦。啊。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哦、很棒的车子。我跟蔡成阳教练学习啊，他就用401教我、哦、因为我那时候可能还不太了解为什么要用401，我想说怎么不用最新的，是吧？我现在渐渐懂这个原因是为什么、哦、因为我们开车嘛，我们需要就是车子给我们身体回馈，那401是一台很中性的车子，而且它给你的回馈是很正常的，不会有很极端的讯号然后来误导你的身体，这样你了解吗？ OK， 好，所以401是非常适合拿来学习卡丁车的车子。 OK， 而且这个车子现在越来越少了。 OK， 我也想买一堆全新的401回家，因为很保值嘛，对不对？车子好开又好用，是吧？有没有 OTK？ 好、哦，好看吧？我也觉得超美的。然后买这台车还有什么好处嘞？老师会送你一堂的教练课程 ，OK？ 也就是你买这台车，好、哦，你第一次下场的时候，老师会到场。好、哦、啊，老师会指导你，好吗 ？OK， 然后给予你最佳的建议。OK， 好，好好练习，好，照着老师做之后，就来站颁奖台，有没有？是吧？好，颁奖台就在这里，好吗 ？OK， 那就这样喽。好、哦、啊，有兴趣的欢迎来联络我，好吗？好，你可以从 FB 啊或 IG 啊，好，都可以私讯我。OK， 那就这样喽，拜拜。